一起封锁线，就在高雄河北二路上，这部双B名车遭人持枪射击，挡风玻璃三个弹孔穿透，车灯也被袭击。附近邻居听到声响跑出来。然后我开了声音，我出来，啊，因为平常就拢走了了。贵了嘛，因公想到挂三。我朋友请假等安尼尔，平平安尼。开枪的三名歹徒跑了，现场还留下好几颗钢珠，但河北二路上唯独这部双B车遭殃，警方掌握画面，锁定特定嫌犯。三名男子从新兴区搭计程车，一路跨去到了三明区，在案发地十公尺外下车，徒步走去开了17枪，在原路线逃逸。被害人只是到那个地方去访友、泡茶，跟实际的屋主是无关的，也有掌握到。 身份哦，也积极的在查证。双B车主并非住在案发地，却疑似被人锁定。现在警方已经掌握特定对象，要将三名开枪年轻男子逮捕，揪出幕后主使者。只是暗夜传出枪响，周遭住户惊醒，难以成眠。三立新闻连贯制图，陈乐，赖碧香高雄报道。